Thank you 各位同学参与我们这个讲次总体经济学的讨论。那我们这个讲次是要谈政府部门的行为哈，那最主要是针对呃政府的预算赤字，还有公债的议题来做讨论啊。那我们在前几个讲次，我们谈到了家计单位的消费哈，影响家计单位消费的因素，所得利率。 啊，实质货币余额哈，那还有另外一个是影响厂商部门投资行为利率哈、啊，利率越高，投资越低啊。那我们这个讲次就是要谈政府的行为哈、啊，那最重要我们就集中在所谓的呃政府的赤字跟政府发行公债的相关议题之上哈、啊。那重点在于说啊，我们也许要谈一下呃政府的职能，还有它的筹措裁源的方式。那筹措裁源方式里面有所谓的公债。 那公债在发行上的一些争议有很多哈、啊，例如说该不该发行公债啦，公债这个负担有没有待际间负担移转的问题，那李家图等值定理成不成立哈、啊？那最后我们大概花花一点时间谈一下最近非常受到瞩目的呃所谓的欧洲主权再信危机的问题哈、啊。好，那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这一这个章次的。 呃，所谓的学习单元目标。好，那我们的学习单元目标的概念，第一个当然要知道政府的职能，还有它筹措裁源的方法。第二个，我们要了解一下到底反对或赞成发行公债啊，它的呃所谓的内容啊是什么哈？它理由是什么？另外一个，公债是不是具有代际间负担移转的问题哈？那再来，李家图等值定理到底成不成立？ 啊，最后我们要了解一下，知道一下大概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大概是要谈一些什么哈。好，那我们第一个我们就先来谈一下政府的职能跟他的筹措财源的方法。那根据 Masgrave 他们的说法。 政府的财政功能啊，大概有三项哈，我们可以分为三项。第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配置功能，也就是所谓的资源的配置哈。第二个是分配功能，也就是所谓的所得分配的功能哈。第三个是所谓的稳定啊，这个包含了经济成长跟经济稳定的功能哈。好，那就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很简单哈，所谓资源配置就是说。 政府去干预，在市场造成已经市场失灵的状况之下，使得使得资源做最有效率的配置，哈。 这个就是所谓的配置功能哈，所以我们常常从财政学谈到哦，市场失灵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那一般来讲，政府就要介入哈。那在这个时候，政府所扮演角色就是所谓的资源配置的功能哈。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分配的功能哈。那分配的功能概念上很简单，就是政府如何在个人之间的所得或者是财富它的重新分配跟调整的能力啊，这个就是所谓的。 分配的功能哈，那在分配功能上，当然分配要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能够符合大家所期待的所谓的社会正义，或者是所谓的社会公平。可是，一般来讲哈，什么叫公平啊？不同的人对公平有不同的定义哈，所以在这个分配的议题上，往往会比较造成比较多的歧义，或者是比较多的意见的哈。那最后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稳定功能哈。 啊，这个稳定功能包含经济成长，哈、啊，那经济稳定，那目标是希望什么？希望维持呃比较高、不要太高的呃事业，例如说维持充分就业啊，例如说维持物价的稳定，健全国际收支啊，能够使得经济成长，这个大概都是政府所需要的，呃，所谓的呃稳定功能哈、啊。那如果啊，我们把整个政府的功能哈。啊 当做是做一个葱油饼来看的话，大家知道哈，葱油饼啊，你要做一个葱油饼要怎么去做哈、啊？那政府的所谓的资源配置的概念，就是希望什么？希望能够这个葱油饼啊，让社会的葱油饼能够做到越大越好，这就是所谓的资源配置哈、啊。在既有的资源、在既有的技术水准之下，政府如何让整个社会的这个葱油饼做到最大，这就是所谓的资源配置的问题。 那什么是分配问题呢？所谓的分配问题是说，在这个这么大的葱油饼做到最大的葱油饼之下呢，政府如何去切这个葱油饼哈，把它如何去做分配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分配问题。那最后这个所谓的稳定的概念呢？啊,啊，除了稳定以外，还包含所谓的经济成长。那代表什么意思呢？是希望我们这个葱油饼啊，能够一直维持最大。随着资源的增加，技术水准进步呢，我这个葱油饼能够越做越大。 啊，这是所谓经济成长，而且不希望这个葱油饼忽大忽小哈，这就是所谓的经济稳定的概念哈。那以上就是比较单纯的，就是说政府的最主要的三项的财政功能啊。那不管如何，既然政府需要做这些事情，那么他就需要有钱才有办法做事哈。好，那政府为了这些支出，它的裁员的筹措有哪些方法？就是取得裁员的方法。 有哪些哈、啊？那我们就直接看你幕上的这个表哈、啊，也许大家就更清楚一点哈、啊。一般来讲，我们政府的财政收入啊，它可以分为非实质跟实质的哈、啊。所谓的非实质的意思是说要还的了哈，也就是说不是真正的收入，这个收入是借来的哈、啊。那这种借来包含什么？包含长期跟短期的。长期的是什么？公债啊，借一年以上再还的。短期的就属于借款哈、啊。那 不用还的嘞，就所谓所谓的实质收入哈。那实质收入又包含两种，一种是租税收入，一种不是租税收入哈。那租税收入包含两种哈，这个租税收入到底有收入进来以后有没有指定用途啊？这是一种所谓的指定用途税哈。那相对的，就是所谓的一般租税。那一般来讲，我们所谓的指定用途税啊，我们最常见，例如说我们现在所谓的奢侈税啊、特种货物及劳务税的这种税收收入，都要当做。 国民年金的啊，这个中央负担的部分哈、啊，这就是所谓的什么指定用途税。例如说，我们烟酒税里面有附加一个健康福利捐啊，这个都是指定用途税的。那其他我们常见的租税，例如说地价税啦、房屋税啦，就不是哈、啊。那除了这个以外，那就是所谓的非税客收入。非税客收入又分为三类，一种是什么使用者付费？什么是使用者付费啊？例如说台电啊，例如说中油卖你油，卖你电的啊，这是国营事业卖给你的。 那你也需要付费给他，这就是所谓的使用者付费啊。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另外一种是你去公公家单位去申请嘛，申请腾本呐，好，或者是你超车啦、啊，你超速啦、啊，被罚了罚款呐、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另外一种付费的概念哈、啊，就是所谓的规费哈，行政收入的想法哈、啊。那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什么财产收入哈、啊，例如说政府的。 呃，国有财产啊，租给别人，他有租税收入啦、啊，有孳息收入等等的哈、啊。那这几个就是政府财确财筹措裁源的最主要的几个来源哈、啊。那当然我们可以发现了哈，政府的支出啊，如果它的实质收入啊，就是包含税课收入跟其他的非税税课收入哈、啊，例如说国营事业的盈余啦，还有罚款规费的收入啦，财产的收入等等。 都不足以支应政府的支出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那政府就会产生什么？产生财政赤字，也就是实质收入啊不够用，那怎么办？一般的做法，又如我们说的哈、啊，政府就要筹措什么？非实质收入，就是要筹措什么？公债或者是借款，短期用借款的概念，长期就发行公债哈。好，那发行公债啊，一般来讲，发行公债。 往往会有几个争议出现的，有几个议题啊哈，在经济学上常常有几个议题啊。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就针对呃发行公债几个三三个主要的议题进行讨论啊。好，欢迎各位同学再度回来，我们进行公债啊三个主要。 争议的议题来进行讨论哈。那公债的争议啊，大概我们常常见的大概有三个议题哈。第一个当然就是公债到底发行好还是发行不好？发行公债到底好不好？对总体经济啦，对政府的财政到底好不好哈？这是第一个争议。第二个争议是公债啊，你现在发行公债，可是到最后还是要还本付息啦。那这个还本付息啊，有没有所谓的代际间的负担啊？例如说公债。 呃，收入现在的人在用有好处，可是未来的人要负担这个租税还本付息，所以有所谓的代际间负担这种概念到底存不存在哈？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所谓的李家图等值定理到底成不成立？也就是政府用公债来融通，或者是用租税来融通，对经济的影响到底一不一样哈？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来做说明哈。第一个，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那发行公债对总体经济或对政府的财政有没有影响？那该不该发行公债？哈，那当然这个就有所谓正反两方的意见哈。那持相反意见、持反对意见，当然就是以健全财政学派哈，也就是所谓的古典学派为主哈。他们以财以所谓的呃健全财政学派来看的话。 啊，他是反对举债方式融资的哈？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用举债方式融资啊哈，他不但最后要还本付息，而且啊，你还的钱呐、啊，比原来的租税还来的多。原来租税缴一块钱呐、啊，那你现在用公债融通缴一块钱，可是未来要还本的时候还在加上利息哈、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会造成国民负担增加，所以最后政府又要用。 租税来融通债券，可是到最后租税又不够，那到最后会形形成什么？形成以债养债，最后政府的债务就太行严重，最后政府就怎样就会破产哈。所以啊，h u m 谟曾经表示啊，国家如果不能消灭公债，那公债势必消灭国家哈。所以这是第一个啊，古典学派反对啊，反对利用公债融通财政赤字的第一个最重要理由。第二个理由是。 一般来讲啊，公债的持有人啊，往往会把公债视成是财富的一种。啊，那我们上次有学过啦，你的财富越多，消费消费会怎样？会越高哈。所以啊，古典学派认为啊，当公债发行了以后，持有公债的人呢、啊，他会认为他的财富增加了，所以他就会增加消费。当增加消费的时候，就会减少储蓄，减少储蓄，投资就会减少，投资减少，资本累积就会减少，所以。 整个产出就会跟着减少，整个经济的呃成长也会跟着减缓哈。好，这是第二个反对的意见哈。那第三个反对的意见就在于说，一般持有公债的人呢、啊，往往都是比较高所得者哈。那到最后还本付息的时候，租税是由所有的大众、所有的全民来负担，可是还本付息却是给谁？是给那些高所得者哈。 所以在相相对的状况之下，高所得者的所得反而会更高，那那些低所得者的所得反而会更低哈，会形成所得分配会更形恶化哈，这第二第三个理由哈。那最最重要的理由当然就是古典学派认为啊，当你公债可以无限制发发展的时候，那么就会往往促成什么？促成军备竞赛。 最后导致什么？导致战争爆发哈。好，以上就是呃古典学派基于财政健全、健全财政,政的一个基本想法。他们认为政府是不能有财政赤字的，也就是不能发行公债哈。好，可是凯因斯啊啊，凯因斯基于功能性财政的想法，他认为财政赤字、发行公债是必要的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想法是什么？哈，第一个当然最重要的，他认为啊，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如果允许政府发行债券，啊，提高支出的时候，那么就会创造有效需求，有效需求良善透过乘数的循环，整个所得就会增加，消费就会增加，整个人的所得就会跟着增加，也就可以真正发挥所谓的功能性的财政扩张的效果，提振景气啊，所以。 是允许的哈，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是什么？是因为公债发行的费用啊，一般往往都比租税征收的费用还来得低啊。所以同时要筹措一块钱的财源呐、啊，那你与其在费用的考量、发行费用考量之下，你与其用债券，倒不如与其用公债哈，倒不如用发行，与其用租税啊哈，倒不如发行公债的方式来处理它啊。这是第二个。 呃，理由。那第三个理由啊，我们会发现啊，如果当社会大众对公共需求有增加、有需求的时候，政府支出要跟着增加，哦，去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可是如果要租税融通啊，租税都还来不及增加，为什么？因为所得都还没增加，何来的租税增加？所以就没有办法哈、啊，就缓不济急啊。 啊，所以啊，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允许政府支出透过什么？透过筹措公债的方式，用公债筹措财源的方式，政府支出就可以立刻跟着上来，可以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也能够带进一步带动所谓的所得的成长，啊，也不至于阻碍经济的发展，哈，这是第三个理由。那第四个最重要理由当然是，啊，呃，凯恩斯学派认为啊，啊，公债的发行啊，啊，跟租税啊。 都是使用国家的实质资源，两者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减税，你去发行公债，或者是不发行公债而增加输税的话，那么对整个经济效果来讲是一样的呢？为什么呢？因为当公公债啊，它也发行公债以后啊，它也是财富的一环，所以。 那是一个净财富，所以也能够进一步增加消费支出，所以公债本身也是具有扩张效果的哈。它跟减少租税的概念啊是一致的哈，是一致的。好，那所以啊，呃，凯恩斯啊，就基于所谓的功能性财政的概念呢，他就赞成啊，赞成公债的发行哈。这是公债到底要不要发行的正反两个最主要的意见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公债争议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公债的还还本付息的概念呢、啊，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代际间负担的问题？好，什么是所谓的公债负担、代际间负担的移转啊？所谓的公债的代际间负担移转意意思是说，我发行公债融通当期的政府支出，那享受这个政府支出的是什么？是这个世代的人民，可是。 等到公债要还本付息的时候，是谁在负担这个还本付息？是未来下个世代的人民。所以有些学者就认为，现在这个世代哦享受公共支出的好处，可是这个公共支出所需要融通的财源，却来自于要跟下个世代的人民所征收租税，所以就会具有所谓的。 世代间的移转的概念，哈，就代际间负担的移转概念。那提倡这种概念的就是就是古典学派，哈。古典学派认为啊，你公债的呃收入啊，用在一般来讲会被用在经常性的支出。当你被用在经常性支出的情况之下，啊，那投资啊，整个的资本累积就会减少啊，那个社会资本累积会减少，那进而带动的是什么？是下个世代人民的所得就会减少。 好，那到了下个世代呢，又要还本付息，要跟谁拿钱？要跟下个世代的人民课税还钱。所以呢，不管是课税还钱，由下个世代的人民来负担，甚至于这个世代用了钱以后，用在经常性支出以后，使得资本累积变少，而使得下个世代的人民的所得也变少了哈。所以很明显的，这个世代的人享受了公共支出的好处。 所有这个公共支出所产生的恶果，都由下个世代的人民来负担了啊！所以古典学派就认为，公共支出啊，这个透过公债的融通的结果啊，这個公债的负担会具有代际间负担的问题哈。 好，这个是古典学派啊，认为啊公债的发行具有代际间负担移转的问题。好，那认为没有的是谁？当然反过来就是凯因斯喽。好，那我们待会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我们继续来讨论。好，欢迎各位同学继续回来讨论。 啊，公债到底这个负担到底有没有代际间移转的问题？好，我们刚谈到了哦，认为有负担移转的问题的古典学派的想法。接下来我们谈一下认为没有代际间负担移转的概念呢，就是凯恩斯学派啊。那凯恩斯学派为什么认为公债不存在代际间负担移转的问题呢？因为凯恩斯学派认为債啊，公债啊哈，公债的发行啊，不管是它的使用或者是未来的还本付息。 都是在那个世代里面做资源的移转而已哈。举个例子哈，这个世代发行公债了，那谁持有公债？还是这个世代的人民持有公债哈？这个世代人民持有公债的人，把他现行的资源给发行公债的人用，也就给政府用。所以这个世代使用的资源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哈。相对的，到了下个世代。 下个世代自己有自己的资源呢、啊。当他还本付息的时候，还是一样还还本付息给谁？还是还本付息给下个世代持有公债的人。所以啊，各个世代之间是独立的哈、啊。他们使用的资源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哈、啊。所以凯恩斯就认为啊哈，资公债的使用啊哈、啊，并没有所谓的代际间负担移转的问题啊。可是呢，把卡纳就提出来了哈、啊。 把康纳认为什么呢？认为啊，公债到底有没有具有代际间负担移转问题？那就要看什么？看我这个公债的收入，它在用用在哪边哈、啊？呃，把康纳认为哈、啊，如果公债运用啊，就如同古典学派的说法哈、啊，如果是用在经常性支出的时候，那么他认为就是有碍于资本的累积，所以会使得这个公债具有负担移转问题。为什么呢？因为 资本累积的减少，会使得下个世代的所得减少啊，所以就会造成所谓的呃代际间负担的移转的问题。可是，如果现在的公债的收入它是当做资本用途的话，资本支出的话，那就未必了、喔。为什么呢？因为当做资本支出用的时候，那会累积资本，累积资本的结果会使得下个世代的人民的所得更高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就未必会具有代际间负担的移转。 那这个以上三种论点呢、啊，分别针对会不会存在代基间负担移转的反持相对的意见啊，有所谓赞成古典学派赞成具有代基间负担移转哈，呃凯恩斯学派认为没有哈、啊，那巴肯纳他个人认为呢，呃到底有没有具有代基间负担移转的问题呢？那就要看什么？要看这个公公债的收入到底是当做经常性收入还是资本支出而言哈、啊。好。 这个是呃公债争议的第二个主要的问题。那第三个跟公债有关的，当然就是所谓的李家图等值定理成不成立的问题哈。啊，什么叫做李家图等值定理啊哈，所谓李家图等值定理的概念是说，政府啊如果需要筹措资金的时候，那么它如果用租税来融通，哦就是用租税融通，或者是用公债融通，那它对整个经济产生的效果会不会一样？ 如果一样的时候，那我们就称为李嘉图等值定理成立。那如果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说李嘉图等值不成立。哈，这就是所谓的李嘉图等值的概念。哈，那李嘉图等值概念的概念之下，哈，我们会发现有些人是赞成的，哈，有些人是反对的。那赞成的概念是什么？没有哈梅罗就提出，哈，如果一个人是非常有理性的状况之下，啊，现在政府发行公债。 那当这个人非常理性的时候，他就知道现在政府虽然不会增加租税，用发行公债了，可是他知道未来当公债在还本付息的时候，也会需要增加租税的哈。所以啊，理性的个人啊，透过现在政府发行公债的时候，他就知道哦，未来要需要多缴税，所以他就会减少消费。 啊，就会减少消费，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它所减少的消费就跟什么，就跟现在科征租税的消费的减少是一致的，啊，所以最后呢，呃，不管是透过公债的融通，或者是租税的融通的结果，最后对消费的影响是完全一样的，哈，是完全一样的。这个，我们就是说李家图等值定理成立，哈，李家图等值定理成立到底在实物上啊，就在实际。 实际的国家验证上也有不同的呃结果，有些是成立，有些是不成立的哈。那有一些学者就提出了哈，贝勒所说的事情，所谓什么是个 perfect foresight 哈，就所谓完全预期哈。可是啊，就完全理性的概念哈。好，可是人们呐、啊、会这么理性吗？一般的学者就认为哈，人民的理性是有限的哈，它是有限的，所以啊，不太可能完全把。 这个租税的减免哈，就苛征租税减少的呃，这个消费啊，呃，会由公债所增加，它能够预期到未来会需要增加租税哦，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两个效果会比较不一致哈，会比较不一致的。好，这个就是一般我们在讲所谓的李家图等值定理成不成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说法哈。好，那所以啊，有以上有前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哈。 公债发布发行啊，牵涉几个问题啊哈。第一个，赞不赞成发行啊？那古典学派是持反对意见的哈。当然，古典学派也是个极端了哈。他认为政越小的政府是越好的哈，所以他不太可能允许政府是有财政赤字的哈。好，第二个，凯恩斯啊，基于功能性财政的概念，他认为公债发行是有助于经济成长，为什么不行呢？啊，好，那第二个当然是。 呃，公债到底有没有代际间负担移转的问题哈？那这个往往是一般呃，大家在发行公债的时候，往往会探讨的哈，往往会会探讨的。至于李家图等值定理的概念呢，呃，对呃消费或者是对呃用租税融通对消费的影响，或者是公债对租税融对消费的影响哈，那效果也不一样，那就要看国家而定哈。有些国家是会的哈，经过实证结果。 它是会的哈，有些国家是不会的。好，这个是我们在谈论公债发行的时候的最主要的三个争议或三个议题哈。好，那据时间关系啊，我们最后来谈一下啊，目前啊，最近在二零一零年发生的欧洲主权在信危机的一些概况哈。好，我们什么是欧洲主权機、啊、在信危机啊？哈，在二零一零年啊，哈，欧盟啊，欧洲的欧盟的央行啊，哈，就欧洲的央行啊。 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啊，他说哈，最近啊，他们发现到各国政府啊，哦，他的债务啊，在迅速累积当中哈，哦，在迅速累积当中。好，那我们就先来谈一下欧盟啊哈，欧盟目前呢，应该是二十七个国家所组成，可是目前使用欧元的国家大概有十七个国家哈，那这些国家啊，我们发现呢，在最近这这这几年来啊哈，欧洲央行发现，从他调查报告里面发现，这些国家的财务状况。 哦，政府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哈，日益恶化。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哦，在在他们成立欧盟的时候，就建立了、签订了一个所谓的马斯茨垂克条约啊。这個、马斯垂克条约在约束什么？约束各国财政的状况，哈，不要恶化。最重要有两个、哦，哈，第一个，他认为啊，每一年呢，哈，政府的财政赤字啊，不能高于该国 GDP 的百分之三，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是一个存量的限制，也就是政府借的钱啊还没有还的部分，也就是说的未偿还的债务余额，不可以超过百分之六十啊，不可以超过百分之六十。那可是啊，哦，欧洲央行发现呢，即使在十七个国家里面呢，即使绝大部分的国家，至少四分之三的国家都已经违背了哦，都已经违背了这个条款啊，甚至于有些国家已经超过百分之一百了哈。 可是呢，基于啊各个国家之间啊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啊，彼此之间并没有所谓的呃一些可以处罚或限制的条款哈、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只能各国自律啊，各个国家自律，可很可惜的哈、啊，各个国家又以选民呐、啊，又以各国自己选民自己国内状况的因素啊，也完全没有办法去阻止或是减缓这个财政赤字的恶化。 所以啊，我目前常常听到啊，所谓的欧洲五国啊，啊，例如说爱尔兰啦，啊,啊，啊、西班牙啦、啊，葡萄牙、啊、意大利啦、啊、希腊，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财政危机的次至哈，就财政次至所造成危机。有了财政次至，就要发行公债，发行公债就会造成什么？就会造成利率上升，造成利率上升，发行公债会维及什么？会维及欧元的币值的稳定。 进一步就造成整个欧盟所有国家的货币信用的问题，而会导致整个金融风暴。所以啊，在目前啊所谓的欧洲主权债信危机的概念之下，我们发现啊，在那段时间里面啊，整个的全国啊或者是全世界股市都是非常不振的哈、啊，经济景气都大受干扰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欧洲主权债信危机的一些概况哈。那从这个这些概况，我们大概也可以了解哈、啊。 呃，各国之间的外债啊，借的外跟国外、啊、跟国外所借的钱是很多的哈、啊，所以当一发生问题危机的时候，这个金融体系可能就会跟着垮下来哈、啊。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所谈论的哈、啊、政府财政的一些相关的议题哈、啊。好，那我们下一次哈，在下个讲次，我们就开始要进入第四个部门，所谓的国国外部门了、啊，我们要谈一下国际部门啊哈、啊。 国际部门相关的一些议题啊，哈，例如外汇市场哦，汇率它是怎么决定的？那在管理外汇的时候，我们在汇率制度有哪几种汇率制度？它有什么优点或者是缺点？哈，那最后当然我们要谈一下什么？谈一下跟 GDP 非常有关系的所有的国际贸易哈，要谈一下出口跟进口啊，到底这个所有的国际贸易啊，对进出口的贸易国到底它的福利？ 的变化对生产者、对该国的消费者福利到底的变化的情形是怎么样？哈，好，那今天限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讨论至此哈。好，谢谢大家的参与的讨论，再见。